宗教咧就係以佛教為主嘅。咁佢哋咧食嘢啊，各方面咧就冇受限制啦。基本上都係會用啲筷子啊、刀叉。嗰啲人咧係好服從嘅，即係咧你差唔多咧你佢哋階級觀念咧，哦你係老闆就老闆，佢係夥計就夥計，絕對唔會搞亂嘅。而家有好多其他國家嘅旅傭咧，因為有好多其他嘅原因，佢哋可能係跳槽啊，或者係好多其他嘅問題。咁咧就如果我去引入一個新嘅地方，新嘅地方嗰啲家庭傭工嚟香港咧，呢啲問題咧就基本上係可以控制嘅。佢話：緬甸仰光嘅平均工資只有大約800蚊港幣，相比本港外佣最低工資4010蚊，具有吸引力。佢話會視乎市場情況，再決定下批來港女佣嘅人數。香港家佣雇主協會主席羅君典就歡迎引入緬甸外佣，認為雇主可以有多個選擇，但係希望可以加強女佣嘅廣東話同英語訓練。無線電視記者李子琪報導。